什么情况？我假装我是假神，为什么他还 QEO 呀？这个人也太老实了吧！我在空中死了两次，我这一波 W 过去 A 他一下，他是包我死，我为什么在空中又勾巴死了？卡卡拉达！抠鼻子去了，兄弟，这波真不是反应慢，我的左手抠鼻子去了，我用什么按闪现？当我看到炮弹飞过来的一瞬间，我想立马按闪现，但是没来得及。哇，这一波抠鼻子太恐怖了，兄弟们，我没有左手了，已经没有办法。来了来，兄弟们，自定义 solo 亚索，谁先进跟谁玩，直接进主，兄弟们搜自定义黄金三是吧？亚索 solo 来。Round one, lady, go. 凭什么？他怎么感觉 Q 的比我痛啊？我可是征服者的。哎，还回来了吧？怎么办？问题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问题来了！超射击！快！啊！三十岁 EQ 闪了！哎！我操！这个人已经很菜了，为什么我 EQ 闪都能失误啊？他凭什么啊 ？Round two！ 哎呦，我怎么又被他打？GG good game， 太猛了，兄弟们，我的神友看来都不是嘴强王者，是高手。
钻石三的给我吃了。以后谁问我的亚索水平是多少，兄弟们，钻石三的我打不过，直接这样子告诉他们好吗？哦，不对，黄金三我打不过，黄金三 OK。 这个兄弟的操作绝对是黄金三，他不是那一种玩别人号的，他的操作就是黄金三，但是我真的打不过。点球，这不得让我一步来一脚啊！左边，好吧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这兄弟为什么知道我射的左边啊？不是，这就离谱啊！我进了，兄弟们，牛不牛逼？看一下回放，我凭我的意识操控的这一盘局。我画面已经停止了，这里刚刚还有画面，这里，然后我这样的传球，然后射门，我靠，我已经黑了，兄弟们，当时已经黑屏了，疯狂，这一把我们要越塔了，我要上吗？我要去了，我靠，冲，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可以，这一波全杀掉。哇，太牛逼了，这个大太 carry 了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现在 Rita 你咋了？就是我卡。可以听见，可以听见说话吗？能听见，可以听见你说话。我怎么好像现在我病动不了，所以可能只能你把我扔出去，不然我就会永远在这个房间里面偷听你们说话。没事，瑞塔，你还好，电脑卡了，说不定不卡，我们这盘还没有这么快结束呢。是的，听说你把我举报了是吗？谢谢你。没有这回事。你知道你很不会骗人吗？举报啊！他们都告诉我了。我不举报人的，我都是点赞的。我刚刚给你点赞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对，那就行。我觉得他们肯定骗我的。不用，你不用谢谢我，不用谢谢我。